确认绿委有没有听话，听谁的话，就是总统身边的新任府秘书长陈菊，因为他前一天特地为了军人年改到立法院民进党团开会，果然会议结论无异议通过政院版本。言谈之间看得出来，总统对花妈有多满意。这只是活动结束离场前，时间往前推，从进场开始。出席行政院海洋委员会挂牌典礼，总统先是跟赖清德并肩而行，接着突然停下脚步，搭起花妈的背，像是在说辛苦了，多亏你。连座位也跟陈菊黏紧紧，跟赖清德之间隔了三四位官员，连致辞都有戏。我们行政院赖清德院长，还有我们总统府陈菊秘书长，对陈菊特别偏心。不过因赖菊三个人被视为民进党浮选铁三角，难得合体，绿营高层透露，随着选举将近，铁三角同台频率只会越来越高，拉台选情。陈菊就任先是解决党内年改争议，已经让总统很满意，两个人连看舞狮都互动频频，总统不断笑开怀。而南北韩文经会促进区域和平，也让蔡英文借机向国际喊话，我们是海洋国家，海洋就写在台湾人的 DNA 里面，立足台湾，航向海洋，重申台湾是国家，还要航向国际。蔡英文对外借力使力，对内则多了花妈助力，稳住大局。三新闻综合报。